心仪，心仪，怎么啦？怎么啦？怎么啦？你过来找我说，怎么啦，心仪？哎，心仪，怎么了嘛？没事，王哥，没事。怎么啦，心仪？你下次不要来找我了。为什么？没事，你下次不要来找我了。你开门嘛，有话好说，好不好？你开门嘛，有什么话我们一起解决，好不好？哦，开一下门，好吧。心仪，嗯，怎么了嘛？下次不要来找我了。怎么了？遇到什么困难吗？前夫他过来找我了，所以说不让我再拍视频。哦，前夫不让你拍视频了？为什么呀？过得好累，我怎么过得累？哎呀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真的，没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了。你坐下慢慢说嘛，坐下嘛。一起坐。好。唉，阿姨她为难你了是吧？没有，就是说钱付的问题。我好想离开这个家，但是我根本阻止不了。要不我带你走吧？我也想走。唉，你眼睛怎么肿了？我那个给我哭干了，眼泪都给我哭干了。眼泪都哭干了。唉。好累，反正我觉得工作好累，好压抑。哎呀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你吃过饭没有？没有，我没有胃口吃。没有胃口吃啊？啊，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吧。但是我只想好想解脱，什么都不想吃，什么时候才能熬过去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没事的，好吧？是不是我这几天拍视频对你有影响啊？没有，你没拍的时候对你无聊，对你就很严重。哎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好吧。那个王哥以后就不要来找我拍视频了。好的，好的，那别哭了啊，那以后就不来了，好吧。心仪。嗯，别那么伤心了，没事的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好吧？嗯。你看一下手机吧。王哥，你干嘛？你给我转那么多干嘛？没事没事，这是你这段时间搞直播应得的一个奖金。真的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。拿着吧，拿着吧，没事。嗯。你给我转那么多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说了。没事没事，谢谢王哥，谢谢王哥。啊，好的好的，那我这边有事我就先走了。嗯，好，王哥，那你在家慢慢好好生活啊。好，好，拜拜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地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